黄玉玲，我在这边要祝福我的好朋友赵传。8月17号，老男孩 Rose in the Rag 30周年演唱会在小巨蛋圆满顺利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，祝福我的偶像，也恭喜我的偶像赵传大哥啊，即将要在8月17号要举行他的小巨蛋的演唱会，叫做老男孩 Rose in the Rag。那希望呢，赵传哥的演唱会能够大成功，加油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志平，我要祝福我的好朋友赵传，老男孩 Rose in the Rock 8月17小巨蛋演唱会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芳。赵传传哥在8月17号即将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他的老男孩 Rose in the Rock 演唱会，非常的期待，赶快来吧！赶快发展你的心愿了，希望你的票房很成功，大卖。OK。再说有机会，我们还可以再来在这里再开演唱会。希望票房更好，一直往上升。票房成功。